最佳动画长片入围的有《猫与桃花源》《幸福路上》《狗狗伤心志》。最佳动画短片入围的有《See So Me》《当一个人》《不忠之爱》《博墨馆》《一毛所有》。恭喜这五部入围动画短片，恭喜以上入围者。最佳美术设计入围的有刘强《暴雪将至》，马光荣《影》，柳青《邪不压正》，图南《鹿尾》，《妖猫传》，黄文英、王志成、范宝德，恭喜以上入围者。刘强、李华，《暴雪将至》，陈敏正，《影》，李淼，《我不是药神》，董仲明、王之、张淑平，《邪不压正》，陈同勋，《妖猫传》，恭喜以上入围者。吕石原、徐玉婷，谁先爱上他的？何蔚婷，《幸福城市》；韩佳女，钟伟，我牧野，我不是药神；岩井俊二，你好，之华，恭喜上入围。最佳剪辑入围的有陆庆义、周孝林、告子瑜、江义俊，《四个春天》。不渝，我们的青春在台湾。雷震清，谁先爱上他的？朱琳，我不是药神。廖庆松，孔静蕾，后来的我们。恭喜以上入围者。入围者。最佳动作设计入围的有张宇，我不是药神。田壮壮，后来的我们。袁富华、翠丝，恭喜以上入围者。最佳女配角入围的有丁宁、幸福城市、惠英红、翠丝、许晴、邪不压正、黄家谦、老大人、张子枫、你好，之华。恭喜以上入围者。最佳男主角入围的有段奕宏，暴雪将至；邱泽，谁先爱上他的？邓超，影；徐峥，我不是药神；彭昱畅，大象席地而坐。恭喜以上入围者。最佳女主角入围的有谢盈萱，谁先爱上她的？孙俪，影；赵涛，江湖儿女；曾美惠姿，三夫；周迅，你好，之华。恭喜以上入围者。最佳导演入围的有张艺谋，影；毕赣，地球最后的夜晚；姜文，邪不压正；万马才旦，撞死了一只羊；娄烨，风中有朵雨做的云。恭喜入围的导演。谁先爱上他的？影；我不是药神；地球最后的夜晚；大象席地而坐。恭喜所有入围的人，恭喜。